3月3日，人气小鲜肉易烊千玺出席《这就是街舞》活动，当天是穿雅致的酒红格子外套，走路带风的摇滚时尚 icon 千玺呢。活动现场，大家好奇千玺这么久跟成员们相处下来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呢？千玺侃侃而谈：“其实昨天元宵节，然后去看排练，然后看完最后，然后就让金志远订了汤圆，然后有咸的汤圆，有肉的汤圆，然后甜汤圆，反正一起吃一起，还玩游戏啊。”众所周知，千玺是非常喜欢跳舞，这个节目又是街舞活动，千玺坦言参加了这就是街舞也让他更适应队长的身份，更适应这个舞台。在第一期中选队员的时候还蛮犹豫的，千玺也跟大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最就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然后我想的是也是到后面一起就是点出几个一起刷下去，这个可能是比较更果断和决绝的一个方式。对，其实当时选的时候也特别纠结，因为选手实力真的很多很相近的，就也不好选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